我是河北省沧州县的，我叫于玉龙，我上北京找爸爸来了。我今年十四了，我上四年级一班，奶奶向别人借了很多钱，我有人上奶奶向我爷爷要钱的时候，我爷爷会打我，我向我爷爷要纸买要钱买纸币的时候，他就打我，所以我跑到北京来找爸爸，北京上放来了，我爸爸叫于浩峰。